佛陀的学生曾经问佛，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命运会不同？佛陀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念和行为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就不同。因此，请大家好好地认识自己，并且经常忏悔，进一步对这善业利益他人，安尼生命将会有不可思议的改变。千万唔通将快乐建立伫个现实世间的感情、家庭、金钱、甲名利顶头。真正的快乐是唯有亲信因果，并且谨言慎行的人才会当拥有。道德和良知的相识将会伴随着伊，飞过重重的危险，远离恶缘。在世时，佛弟子以佛为师；佛不在世时，佛弟子则以戒为师。
受持戒律的意义，并不是如其他宗教所以为持戒动机，只是任何伊对神或者是上帝的承诺。地主受戒、持戒，是为了降伏烦恼而受持正戒，尤其是为了证得依佛无离的无上菩提，想要利益一切众生而受持佛戒。仁爱甲宽容，就是学习调伏、清怒、开阔心胸。忍辱度清辉，心才会当平静。忍辱的定义，不是拼命地忍耐屈辱，而是指即使在受污染的情况下，阁会当保持内心的和谐甲平衡。忍辱是一种力量，一种调伏的力量。
习忍耐上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境界来刺激自己，和自己处在上歹的状况之中，接受一切逆境，才会当突破五级的高墙，看见内在的真实。总是用脑的人，其实心灵是上脆弱的。受持忍耐，会当予咱的心灵回来到平和甲宁静。会当忍了，心灵坚强的人，才会当确实得利益众生。放下自在的解脱，放下名闻利用，舍弃五执妄想，万般皆空不可待，因果随心并不爽。修行是不断培养自我放下，
修行就是不断地培养一种习惯，培养对自我放下的习惯。修学佛法并不是学习一套高深的哲学理论，而是一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运用的一种态度和习惯。修行不是刻意地压抑自己，而是知影关照自己，放下自我。这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加喜悦的状态。放下的习惯养成的时，也就是咱修行有所成就的时阵。所谓的修行，是学会晓如何放松自己，让自己保持平静和祥和。咱爱慢慢练习，让自己可以放下爱恨得失的心。
让心放松，这才是最好最紧最精进的修行方法。放下既定的概念和设限，真心拥抱每一个生命，将一切生命拢当作家己的亲人，上亲的挚爱，然后将家己完全奉献给一切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礼拜大悲忏暨万灯祈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0月21日星期一8点半八关斋戒法会，13点半礼拜大悲忏，16点半万灯祈福。道场备有寿桃与大德结缘，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日期10月27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张元，南北朝时北周芮城人，字孝始，个性谦和谨慎，深明佛理且精修佛道，有孝亲善行传闻于世。幼年时邻居有两棵杏树，杏果成熟落到张元园中，其他小孩争相取食，张元却懂得非己之物不如私取的道理，捡到杏果都送还邻家。又有小狗被人遗弃在田陌中，张元见后心生不忍，便抱回家收养。其叔父生气地说，要这不要人家的小狗干什么？要张元把它丢弃。张元说，有生命的动物都该被尊重，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我们该慈心爱护。小狗被人丢弃，假若看见而不收养，这是有失仁慈啊。张元最终说服了叔父。不久，有人看见狗妈妈咬来一只死兔，放在张元门前而后离去，似乎是表达感激之意，收养他的狗宝宝。张元16岁时，祖父失明三年，张元日夜读诵佛经，虔诚礼拜，祈求佛菩萨加批祖父早日重见光明。有一天，张元读诵药师经时，见有盲者得视这句经文，便依药师经上所说的方法，请七位僧人点燃七盏明灯，七日七夜转读药师经，自己也依法行持。每次回向总是真情流露，声泪俱下祈求。天人师啊，弟子张元为孙不孝，十足不失明，今以灯光回师法界，嘱咐一切罪报，我愿代受，祈求我佛慈光加倍，使嘱咐历劫罪眼消灭，重见光明。如此殷勤祈求，经过七日七夜，有一夜晚梦见一老翁以金币刮起祖父的眼睛，并对张元说，不必忧虑，三日后你的祖父眼病必然消除。张元喜极而醒，将所梦便告家人。三日之后，祖父眼睛果然复明。皇上听到张元孝德感召，特赐诏书加冕表扬，光耀门闾。进录自《历史感应统计语义》。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菩提